断食减肥，别超过身体负荷。我第一次断食，我就想说我挑战3天没有任何食物。我到了第3天的时候，就开始就是微微觉得，哎，怎么有一点要开始昏倒，你就知道好了，差不多我可以开始收工了这样子。长时间断食，很多人他本来就是照三餐在吃东西，就突然就完全不吃，然后就头晕眼花。那如果没有做适当的补充的话，其实是有可能会抽筋的。